的时间是已经廿五分，还是你廿八分？哎，最后两日嘅练习真系唔知今日呢、這个运动场有冇散，有冇话暂停湖泊跑嘅？因为原本琴日需要练习，本身之后咩就佢话咩休息，甚至佢话要暂停嗰个开放日。咁如果话呢个缓步跑呢个活动暂停，点解我见到有人喺里面跑步嘅？听日最后一日就翻学。都係即係星期四、星期五喺度攞會咯。如果唔係，應該係喺英文堂，係即係我搞，唔係我搞，應該係話，唉，最好笑嘅就係記得翻起喺舊年十二月聖誕聯歡會嗰陣時。即係玩過呢個一隻 game 叫 Secret Santa， 咩爭凳仔，然之後咩食百力滋嗰個咧，咁啱即係成嗰啲人影咗嗰條片上咯，有個畫面個位應該好記得應該，不過而家就重現翻，即係有人將我即係玩嗰個 Secret Santa 嗰張相就放上去惡搞。咁啊，冇咩啊，相反你咁樣惡搞好似唔係幾好嘅。但我覺得咁樣係即係，如果對我嚟講，甚至對於啲普通人嚟講，係有真係似真係人身攻擊嘅。因為你如果話呢張相當作我當作佢有女朋友，我鍾意佢嘅話，咁啊真係廢物，咁啊真係荒謬，因為。只是你心想啫，但我不是，即不要搞到好像他有女朋友那樣，只是咁啱抽到就叫女朋友了，所以這些是沒什麼可能發生的。我搞基本上都是沒理的，即反正即你我搞即都是說不知點形容嘅，係咁搞啲惡搞相出嚟，即係建議你即係話唔好惡搞嘅，因為基本上，如果你惡搞，即係例如你如果惡搞，某啲 friend 即係佢都覺得好嬲，點解惡搞佢，都有個諗頭。咁有個問題。為什麼將這些照片放水，這個也是一個問題的。總言之，這些照片被我搞還沒掉。我看這張照片真的想爆粗，即爆粗都你媽快點掉了它啦，你知這樣這張照片很容易令人誤會，雖然我的朋友都說不信，但是另外有些人都是以一個誤會。哎呀，總言之，理啊，呢啲嘢少，喂，呢啲嘢少理，因為好簡單，你將來你之後都會唔記得噶嘛。路人每個人即係佢話。你可以穿寫衫，甚至係穿呢個非白色嘅運動鞋，
不過要你在比賽之前先穿，即是說你是入到場才可以穿的，即是你回到是不可以穿的，因為你都要，其實如果你穿得不啱，都要被人登記說你那個會有違規。再加上在下星期二，所以13号这个女人日，她说什么你大家记住一定要穿这个长裤啊，其实要贴对大衣配大贴校徽啊，如果不是做什么的，不记得了你是什么人的。还有就是说穿短裤，就是在问过阿 Sir 在去年，她说为什么不穿短裤，因为说穿短裤有一个拗撬，就是说那个长度去到哪里呢，永远拗不成，所以基本上我们下方 决定不穿短裤，不穿长裤。但对于我来说，我穿长裤不会被人记，没理由你回到之后 会有老师带着那些校服仪容违规记录纸，难得尼女人为什么会知道被人记呢，太扫兴了，真的。总之即系话跑呢个1500米、800米 ，I am ready。练习即系虽然话练习，即系嗰啲人都跑得好快。即系1500米个最佳纪录为11分10几秒，对我嚟讲都系一个 easy 嘅，因为一个圈计算跑嚟嗰个时间系2分钟，三个圈就系9分，喂，6分钟喎。唔係一個圈就有幾多次跑2分鐘喎，三個圈就跑6分鐘，而半個圈即係6分30秒，但係冇理由1500米跑，你係4.5圈，佢3.5圈定唔知4.5圈，唔記得咗喎。